存在不解答案，一直未能逆转，定在可望再度探寻，将世界存在的可变数寻回并再现，在那天空黑夜里可将星光去一一寻求，在变更中失败也可于起点再一次重返，定能可穿梭到未来寻找更改的方法，因果里进循时光中再解明，如能寻得到命运轮转动，过去未来漫漫漫长亦真亦为定理，逃离轮回时光却未如愿，能作改变尚未能达到，仍然从不退避，只因相信四象命运未知亦为命理，寻回迷途时光跨越时刻，无限次穿越仍从不后悔，将改写那宿命变为命数，未来也、yeah。